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济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。这种是用鬼和鬼法鬼精鬼阿弥陀，这种是用鬼和鬼法鬼精鬼阿弥陀，这种是用鬼和鬼法鬼精鬼阿弥陀。这个是番茄的，这个番茄，这万年青啊，万年青啊，这个，这应该是南瓜，这应该是南瓜哎，南瓜，这辟邪的，这个是可以辟邪的，墨草。抹草哈，这黄公菜，这黄姜菜啦，这黄公菜、黄姜菜，这个应该是黑鸡菜、乌鸡菜，龙葵，乌鸡菜，黑鸡菜，不是秋葵哦，秋葵是味道哦，秋葵，农历2月份种下种播种。秋葵是味道，啊，这个是龙葵是乌鸡菜、黑鸡菜，也不能说好，就吃的太多。这个应该是那个鬼，这可能是鬼针草，咸红草啊，又不太像。又怕下雨了，这个鸟要去躲在哪里？从上面掉下来的，不晓得是不是有受伤的，不会走了。这是什么植物啊？这个插枝的。这黄公菜啊，黄姜菜。这到底是什么植物啊？这个用行色 APP 拍照辨识，它常常显示网路不给力。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鬼针草，那个咸红草。这龙葵，黑鸡菜、乌鸡菜，啊，这三角叶的三角链，啊，这个火龙果，火龙果，你看，用种子培养的。这个南瓜，旁边这个是何首乌的了，何首乌的后，藤蔓藤类的，何首乌蔓藤类的，何首乌的后会爬得很远很高，蔓藤类的，这个瓜子啊，梅龙龟，瓜子的。哈密瓜的，网瓜还是哈密瓜呢？你看，这个也是何首乌了。只要有一颗，有一粒好像到了那个，你看现在农历四月份就长出来了。
这七里香嘛，这七里香嘛。要做防水栽下水道工程，要哈、哦、水工作范围要有80公分宽，80公分宽。哦，你看这个积水太多了，可以种那个空心菜。积水太多了可以种空心菜，这个是空心菜，用旧花瓶来做种。空心菜，就是番茄。你看番茄哈、哦，拿回来很快就烂掉，因为被果蝇蛰过就又空，然后很快就烂掉，流那个液体出来哦。结果用那个快要烂掉的番茄，刚好可以做肥料哎。快要烂掉的番茄就这样放到那个。保特瓶，然后它烂了流出那个汁液就可以做养分了，哦，很好的养分了。它有了湿度够的话，它就直接发芽，长出很多番茄有没有？最天然的肥料，番茄，放着让它烂，让它流出那个液体出来，刚好是最好的天然的肥料。学众生归佛，归法归正，归阿弥陀佛。学众生归佛，归法归正，归阿弥陀佛。学众生归佛，归法归正，归阿弥陀佛。